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七四七五，现在能看到七十五只，它原来看不清。The daily patrol starts with counting. 鸭子是准确数了，够了以后，我们心里面就安稳了。如果发现少一只的话，我们整个草原上就一直把它找见为止。单独活动了，或者是死亡了，干啥？我们继续要发现问题。我们每天巡查几次，数几次。早晨第一遍数得特别详细。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。Counting is in the rules set by Wu Yonglin. He has been count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.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。今天下午没刮风，现在天气特别阴，晚上可能还要下大雪。像这个草，是普氏园林最喜欢吃的细心草早熟禾。如果今天晚上下大雪，超过五公分左右的话，把这个草全部就覆盖住了。明天普氏园林觅食的时候。有一点困难，如果超过十公分左右的话，整个草覆盖了以后，普氏园林可能就要饿肚子。Just as Wu feared, last night's snowfall deprives the Przewalski's gazelles of food.因为昨天晚上下雪太厚，如果这个雪不跑的话，玉米撒在上面以后，全部雪盖住了，普氏园林吃不上。To ensure that each gazelle has enough maize, the feeding is deliberately arranged within a long area. 这是因为整个准确过来以后数量太多，他们打架抢着斗食，有些年老体弱的就吃不上了。保证每一个年老体弱的大羊小羊都能吃到玉米。Besides maize, Wu also prepares some bulbous oat grass. 他们马上就会上来觅食，因为普氏园林的自我防范距离一般保持在300到400米左右。我们那时候开以后，他们陆陆续续自己上来了，后来呢，我们再把不影响他们吃草了。除了下雪天，我们其他的季节是不投放的。投放的次数太多了，植物的种类太多了，味道不一样了，它就跟人类的依赖性比较强，活动能力呢就改变了，它的习性就改变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保持它的原始性、野性这个状态呢，我们不其他选择投食。-17度，特别冷，谁不敢爱上这个？爱上这个就冻住了。每天都要把这个我们保护在现在形成一种习惯，是一种制度。普氏园林虽然是吃水量不大，但是我们每天要保证新鲜的水，每天要他们吃到新鲜的水。特别冷，-17度这天。一个任务完成了。